上开车导航乱导，导了那个小路。现在从大东山5.1公里，现在9:05了。我们先走基隆山，啊，不是九龙山，这边就是大东山啊、基隆山啊、槟榔山、九龙山，从这边。右边是龙家，我们往左边走。一开始走这个产业道路，也是爬坡的。李洞山，左边那个就是九龙山，爬山比较不好。这是基隆山，看角度，这里下去就是龙家，我们往九龙山从这边走，就到了岔路口。我们还有鸡胸山，往左边是鸡胸山，鸡胸九龙是往右边。是像一个人脸，现在鼻子那个地方就亮亮的，下面有嘴巴，比较像一个人脸。这里快接近九龙山的登山口了，前面有一个路，也是小路，往基隆山的方向。这里的基隆山就是给兰山就这个，不是台北基隆那个基隆，是给兰。基隆山，基隆山下面那个就是观泽岭温泉区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岔路，这个又九龙山应该是对面上面那个山，九龙山就在上面，你可以看看，这等一下就陡上了。基隆山。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九龙山的登山口，那九龙山上去，然后往右边爬这个连线，大洞山这个连线，到大洞山，然后下到基隆山，然后再下到紫云店停车场。这个山路，这里有一条山路，前面这边。往那个基隆山过去了。九龙山的登山口到了，现在几点？10:00，从停车场到这边走了它1小时3分钟，走这个产业道路。算是产业道路，小号的比较窄，加完平米算的容易。这里应该就是观泽岭温泉区，
九龙山、九龙山登山步道。九龙山，这里还没有拉绳，后面就要拉绳了，已经有绳了。我们要，这里要攀岩了，攀上去。继续攀岩，不能忘，双手要用，不能忘。哇，这里又是垂直的攀岩，要双手，连大根大根，这小黄山上来，从中央的上来，就开始往上，很多都是要拉绳攀岩。这里稍微缓一下，因为这几天有下雨，比较滑，少一些拉绳。快接近那个连线的三岔路口，到了连线，往左拐就是九龙山，往右拐就是大冈山，我们应该快到连线了。这里面在拉绳，最后一段拉绳。到三岔路口，往左是九龙山，往右，往右就是大冈山。他这个坡花了半小时爬上来，蛮累的。然后我们往九龙山走。这个从岔路往九龙山的路上，这边算是零线了，所以会比较平一点这一段。不过等一下要上，等下再爬一个坡。回大洞山也是一样，坡度不会很大，算比较好走的路。最难走的刚才那个坡已经爬完了，现在是往九龙山的方向前进，这个要到了。开始要抖上了，拉手了，你看到一下，我们拍片就不拉手了，壁虎功。讲完马上滑倒，平底的还是很滑，避不了光。前面这里应该就是，哇，还在前面，穿山洞，九龙山我来了。这边去是往哪里？洞子顶山，约80分钟。去九龙山约40分钟，1.6公里。九龙山，我们现在是几点？10:44。所以从那个山脚点过来，
十几分钟就到了。现在在九龙山的三角点，10:47，回程不休息了，到大东山再休息。这个山径路径都很清楚。这里是往145号县道，这里是往大洞山，九龙山刚才从这边过来。那现在大洞山约半小时，下面那个就是基隆山，就这个基隆山，这个那个星星的脸就在这里，星星的脸。大洞山三角点就在前面，是一个树林。好，那要穿过这个树林才到三角点。现在下再上，前面这个山顶就是这里嘛，终于到了。这个大洞山是台南市第一高峰，海拔1241。哇，这个景观还不错，插满了国旗。是第一高峰大洞山，1241公尺。下面有云海，现在11:54，开始下山，前往基隆山，然后再下去停车场。这里凉亭这么多，这里显然是大洞山的中继站。刚才我就从那边过去，然后绕一圈从这边下来，然后再回，现在就要往山下了。刚才应该是直接找这个阶梯下来就好了，我绕一下。
地板上都是石头，石头铺的路，再要是铺上柏油的话，车子就可以开。一推，哇，这槟榔树很青苔，还满了黄色的青苔，非常漂亮。离大洞山两天。关子岭还有四个庙可以看。刚才从那边下来，右边下去也是可以到停车场。我们从这边过来要到基隆山。这一段噪音比较少，大洞山登山步道往这边，刚才从这边下来，大洞山 2.7K， 我们现在去基隆山1.7，从这边上去。现在是12:45上基隆山，1.7K。刚才错过一个路口，等于走下来又再爬上去。哇，预备的这个基隆山步道，就像看起来的产业道路，而且是柏油路。哇，这几棵是青松，还是绿油油的。这沿路都是青松。原来左边，左边上看到叫基隆山，刚才还以为那是九龙山，因为我已经从大洞山不知不觉下太多了，下到下面来，所以现在只好往上爬。这个路口就是刚才应该从大洞山步道从这边出来的，结果已经下到下面去，然后再上来。哦，这上面还有很多泥土，不晓得会不会抢东西。啊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剩下0.7公里。哇，这个视野不错。下面就是关子岭温泉区。这边是中途的休息站，这是关子岭温泉区。我现在站的是基隆山接近山脚点的地方，这个视野不错。
我们接近基隆山了，这边有 A、B 两线，很大一圈嘛，我们从 A 线上。上面梅花，梅花朵朵开，蓝天哦，漂亮。更漂亮就是这一棵枫叶，枫树哦，你看，配合这个蓝天，多漂亮。这里就是基隆山，凉亭后面就是大洞山。哦，这里是大洞山，我们刚才从那边下来，下到下面呢再爬上来。那大洞山左边这个就是九龙山，早上就从这边上来，上来九龙山，然后下来，沿着大洞山，然后再下来。这里是基隆山，这里有个牌子，878公尺，虽然不高，可是这里是人嘛。白河水库，这个地方是白河水库。这是关子岭，你看现在这里的梅花开了蛮多的，比梅岭那边开的还多。基隆山上这梅花盛开哦，开的不错。这个林线不错。看了嘉南平原，基隆山，今天要下山了。开始有电了，商铺了。在趁着不时从这边走，产业道路要下去先祖庙，下先祖庙的路上。槟榔园，大洞山，从那边下来。哇，走入这个槟榔世界，
漂亮。这个槟榔树干长满了青苔，黄黄的，还蛮漂亮的。现在几点？2:22了。早上差不多9:00几的时候从这边出发的，九龙山、大洞山，我们刚刚从这边下来的。啊，槟榔山，难怪刚才整片都是槟榔。回到停车场了。